哎，熊哥，熊哥，我找到一个，呃，看到一个多伦多市中心，呃，房子每个月七百五十块，你信吗？哦，一个房子七十五块，七百五十块钱还可以吧？七百五十块钱一个月是一个床位。哦，一个床位，而且不是一张床，是你上下铺里的上铺。这样就有点太过分了吧？啊、嗯。 啊，就是这个是在 Facebook 上看，呃，KDG 上看找发的一个帖子，然后上面说，呃，就是在市中心啊，d o w n t o w n t o r o n t o 然后呢，七百五十块钱一个床位，它是，呃，这个叫合租房间啊，但是你这个房合租呢是很特别你必须和另外一个床友睡在一张双人床上，他睡下铺，你睡上铺，然后呢，呃，如果你要呃。 你要自己带床垫的话，那、呃、你要付一个额外的 WiFi 费用就可以了。如果你嗯、呃、想想用他的床垫的话，你还要再付一百五十块钱一张。这我感觉这个是太贵了吧，而且也没有私人空间，这会有人住吗？住吗对，他选择合租吗？很奇怪吧，就是就是因为当号就什么事都有发生，什么事都可以发生，因为在很多人在当多伦多市中心找找这个。 房子嘛，然后如果位置好的话，啊、呃，这个很多人都是想看的。然后这个房子是一间浴室一一个洗衣房，实际上就是一室一居室的 condo。然后呢，它一室一卫嘛。然后这个房子本来应该来说都是没办法出租的，然后没想到有人居然把这个一室的房子也想也想出租分担房费。然后呢，它的位置很好，在酿酒厂区旁边，然后所以说很方便。哦 讲啊、呃，就是炼油厂嘛，炼油厂去一些可很比较比较好的一个，呃，怎么样生活区？然后这种仪式它也很创意啊，七百五十块钱，那他可能租这个房子可能租个两千块钱，那他可以差不多也分到一半的小一半的钱啊。哦，那可能是对一些呃,人呃刚来多伦多，然后住酒店可能又比较贵，呃、嗯，多伦多好像。 Airbnb 也不是很多，是因为有的要特批的，所以他们也不好找的地方，可能临时住一个月、两个月，七百五十块钱还勉强说得过去。对呀、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很创意了，感觉这 Airbnb 不都不知道，这个、所以他放在 Facebook 上，Airbnb 可能都不承认这种这种方式的租房吧。对，在多伦多市中心的话，那个 Airbnb 呃不是那么好弄的，是要通过批准的。 所以不是，那、嗯、数量也不算很多、啊。他这种肯定是批不了的。然后呢，其实去年二零二二年，就另外一个房东也发了一个类似的，他是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公寓里，有一个三两两两,两张双层床，然后呢，每一张每个月租金还达一千二百元。就是所以说，现在房子你，我记得我们也也做过一期视频，然后前面讲到说，有人就是在壁炉里面、壁橱里面。 就是一个大房间的壁橱里面，<对>然后塞了一个小床，然后说这是一个你的房间，而且还说你还可以把壁橱关起来，然后你还可以有私人空间，那 <laughs> 也很贵，<对>也要一千块钱了、啊。对，我觉得造成这个原因是，呃，市中心的房租其实挺贵的，像我们上几期做过一个是在市中心呃租房的一个视频，就是说像这种一室的就已经。 在非常接近两千块钱，或者好一点的要两千块钱以上一个月了。嗯，一般来说都要两千块钱以上。如果一室的话，如果两两居室，其中租一间的话，也要也要一千多块钱。对，一千八、一千九。嗯，问题是呃，他这现在租房还不那么容易租得到，因为呃，特别有的人呃，信用记记录不是那么好啊，或者他刚来呃，多伦多刚来加拿大。 呃、哎，有的人根本没有信用记录的话，像这种人就很难找到房子了。嗯，对呀、啊，所以说难找到房子，然后房租又很高。嗯、呃，你要便宜的话，你就要牺牲一些品质。但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太扯了，等于说你住在上下铺，你住在别人的上铺，那你还是这个这个感觉，感官上还是非常差的。这就有点呃那个青年旅社的感觉嘛，青年旅社也是这样住住的嘛。 嗯，我以前住过一次，就觉得很不安全的感觉。嗯，青年旅社其实很很乱青年旅社更是乱，因为每天都有人来人往的嘛，你东西基本上会丢<对>有可能。对我上洗，那时候我上洗手间啊，去洗澡啊，都把那钱包啊都带在身上。嗯、那那青年旅社是适合那种。 背包客嘛，反正就是到处穷穷游的人，可能也不会有太多钱，所以也没有太多担心的。对于那个，比如说 IT 人士，你要是放个电脑的话，你可能就是非常担心的。可能你不可能上个卫生间也把电脑带身上嘛，这也太是不是？所以说还是不是很合适。总的来说呢，我就是想，我们就是就感觉到现在有，因为这个住房这个东西越来越贵的时候，然后各种各样奇葩的方式都会。 都会，我们有时候会在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奇葩的方式，也也，我们只是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很有意思的，呃，一些一些报道。嗯嗯，挺好的。嗯，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呃，我们呃，如果小伙伴们有感有其他的，呃，看到其他。 这种类似的夸张的报道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在评论区聊一聊一聊，然后呢，或者欢迎大家点赞、评论、支持我们的频道。嗯，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Discord 频道啊，或者到支持我们啊。那我们今天就先聊这，聊到这儿啊，我们下期见。好，再见。